刚工作，发现公司啥啊？五分钟。是我现在还没有到五分钟呢，我就没有力了。有啊，你刚才到现在有五分钟。我停下来了。哦。你看我跟你讲话，我停。讲话，讲话也可以算。这样，因为我慢下来都算不停。可以。要继续就好了。对啊，没有。脚也是很长哎，我不用按，只要动脚就不动手。这个要靠这边啦。嗯，你按脚就好。哦，对对。哎呦，这个不秀嘞，好像没有东西耶。哦，就这样、哦。这个好像我的脚跟它没有连在一起的。啊，不用，不过没关系，站出来一点也没关系。哦，这样啊。好了。啊，这个东西还好。拿着这个更难的，是要拿着。啊，那个，那个也是要习惯了。这个是关下面哦。嗯，那个就是脚动，脚在弯。嗯，那个是脚在弯。在弯，那个是。